纪宁公子要我死，我不得不死。江河俊俏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，他看着纪宁说道：“只是不知道公子为何要杀我？为何杀你？”纪宁看着他，手中凭空出现了北冥剑，剑光一闪，直接点在了江河的身上。这顿时引起一阵压抑的惊呼。不过江河没有避让。 旁边的江三思、雪姑也只是平静的看着，即便纪宁一剑将江河给杀了，他们也不会多说。呃呃呃江河身上瞬间就出现了六个血窟窿，鲜血往外流，血窟窿只是肩膀、腿部等一些非要害位置。这江河瞪大眼睛，他他是你的，明白了吗？纪宁看着他。 他刺出六个血窟窿所施展的剑法就是春草会的剑法，而江河当初下令让仆人们抓住春草时，春草凭借剑法将一群仆人打得个半死，随即离去。一个女人，启宁公子，你为了一个女人要杀我？女人只是货物财物而已。江河不甘心的吼道：“我愿献十个、百个女人给公子，更何况……” 他仅仅是一个奴隶，我愿做一切，只求公子饶过我一命。在我眼里，你不及他的一根头发。”纪宁冷漠道。江河面色铁青，随即从怀中拿出一把短刀，低声道：“纪宁公子，江河得罪公子，罪该处死，不用脏了公子的手，江河自己来。”说着，就一刀刺向自己的心脏。 “当”的一声，一道剑芒撞击在那短刀上，将短刀击飞。你竟然想这么干脆的死去？纪宁盯着江河道：“他死的是何等的痛苦和屈辱，我怎么会让你这么容易就死？”江河咬牙看着纪宁，纪宁喝道：“莫巫公子。”莫巫当先冲出。不行，纪宁冷漠道。 就悬挂在江边部落的城头上。江河脸色一白，酷行，一般是将人绑住手脚后悬挂起来，没有吃喝，被太阳暴晒。而之前纪宁还在江河身上开了六个血窟窿，以江河的生命力，自然不会因为流血而死。但是流出的血液会吸引一些飞禽，敢靠近部落城头的都是些普通的飞禽。 他们会时不时的啄食江河的血肉，在饥饿、痛苦和恐慌中折磨死去，而且还会被无数族人围观。心灵上的屈辱感让江河这种骄傲的人是更加的痛苦。是莫屋迅速从一旁找到一铁链，开始捆住江河。江河跪伏着，低着头，根本不敢吭声。父亲。 凄厉的声音响起，一个幼童从人群缝中冲了出来。滚！江河看到幼童飞奔过来，连怒喝道：“滚，滚回去！”父亲。幼童哭泣。父亲虽然逼迫他练剑，可是却非常宠溺他。不远处的江三思皱眉：“把孩子领走。”是。立即有两名甲卫冲出去，抓住幼童离去。 那幼童则是疯狂挣扎着，同时还盯着纪宁，眼眸中满是仇恨。纪宁只是平静的看着那个孩子，在他很小时，父亲纪一川让他练胆时去杀一些死刑犯，更加恐惧的眼神他都看到过。在西府城看到那些贩卖奴隶时，不管是麻木、绝望，还是疯狂、仇恨，亦或是乞求，哪一种眼神没看过？ 吊在城头上，莫屋也让两名甲卫帮忙。完全被铁链捆缚着的江河，披散着头发，被旁边一些族人看着。族人的眼神中，有的怜悯，有的是幸灾乐祸。这让江河屈辱的身体都在不断颤抖。公子，莫屋则是低声对纪宁说道：“那江河的儿子，斩草可要除根。” 纪宁冰冷看了眼莫屋，莫屋连低头不敢再说。这几日我就住在江边城。纪宁看见旁边的江三思和雪姑，不用麻烦你们，我直接居住在黑甲卫的驻地中。我会看着这江河慢慢死去，他死了，我便会离开。周围部落核心族人们身体一颤，个个都感觉到纪宁声音中蕴含的恨意。 江河在烈日曝晒中，一开始还好，后来被一些鸟儿啄食身上的皮肉，再加上曝晒令他皮肤完全晒裂了，露出红色的血肉。那种疼痛简直就是炼狱。因为体内有内劲，江河生命力很顽强，可这反而是一种痛苦。整个人被晒得皮开肉绽，在痛苦中哀嚎呻吟了三日两夜后，才最终死去。 纪宁则是一直在江边城，直至黑甲卫禀报告诉他江河已经痛苦哀嚎死去时，纪宁才冰冷的看了眼江河那破损的尸体，随即便带着莫屋秋叶骑着三头黑角兽离开了。纪宁离开江边城的那一天傍晚，江三思正坐在条桌前，平静的端着兽头酒杯喝着酒。 厅内正跪伏着一孩童。彩儿，江三思端着兽头酒杯道：“我再问你，你想杀纪宁公子吗？”不敢，彩儿不敢。幼童跪伏着连声说道：“唉江三思摇头，轻声低吟：“你的仇恨对我江边部落而言是祸啊。”来人。 江三思喝道：“主人！”一仆人进来跪服下。江三思冷道：“江河手下那些仆人全部处死，一个不留。江河的女人也当做奴隶全部卖掉。”族长，那幼童急了，其中可是有他的母亲呐、啊，还有他。江三思冷漠看着幼童说道：“江河唯一的儿子，也将他当奴隶卖掉。” 不不！不幼童急切跪下，族长饶过我吧，你饶过我吧！是仆从却是恭敬应命，上前一把抓住幼童，拎起来，随即退去。孩童依旧在挣扎着，哭泣着，流泪着。奴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目送着孩童痛苦叫着，哭泣着，江三思只是沉默。 主人，江河的女人和孩子也卖做奴隶吗？寂静的厅中，以黑暗中的人影显现。江三思微微点头。江河被曝晒时，江三思已派人暗中询问过江河，这才知道原来源头是黑牙部落的米娃。江三思还让人去黑牙部落找黑牙询问，这才了解一切。 于是，稍微了解这事的仆从们全部被处死了。纪宁不想春草的事传开，江三思淡漠道：“春草当初曾经说自己是纪氏公子的仆从，听到这些话的个个都得处死。江河那些女人留着也无用，江河唯一的儿子彩儿对纪宁仇恨太大，我问他几遍。” 虽然他嘴上不说报仇，可是他一个孩童怎能欺骗过我？我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内心，他早就恨着纪宁入骨。江三思摇头道：“小小年纪就懂得隐藏心思，将来一旦等他掌握部落大权，以他对纪宁的仇恨，恐怕会令我江边部落有灭族之祸。我做这些。” 也是让祭师知道我们江边部落的忠心。黑暗中的人影沉默。哲三、江三思开口道：“主人。”黑暗中的人也是应声道：“你派折九暗中将彩儿带走，送到铁木石的领地范围内，随便加入一小部落，让他好好教导彩儿。如果彩儿有天赋，一直能努力，那就好好教导。” 如果彩儿很快忘却这仇恨，不努力修炼，就杀了彩儿，让她回来。是，仇恨也是一种力量啊！我们江边部落和纪氏比，太脆弱了，太脆弱了。三头黑角兽行进在荒原上，公子秋叶忍不住道。 那江河的孩子对公子仇恨很大，放任他成长，恐怕将来对公子有所不利。季宁瞥了眼另一侧的莫屋，秋叶莲道，并非莫屋告诉我，而我是知道公子不高兴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要说。季宁叹息道唉：“我仇恨的是江河，他的孩子却和我无仇无怨。我去报仇，为何要祸及他儿子呢？” 可是部落彼此开战，一般会将威胁铲除掉的。我懂，为了部落生存，不择手段无可厚非。可是，一个小小的稚童能影响我季氏？我季氏统领这片大地，不知道处死过多少人，暗地里仇恨我季氏的不知道有多少。我季氏能够统治，靠的不是不得罪人，而是自身的强大。秋叶若有所思，即使不得罪人。 可如果你不强大，别人依旧会灭了你。如果自身强大，那些敌人暗地里不甘，可表面上还是得恭恭敬敬。等过上百年，他的子孙恐怕就是真正内心臣服我季氏了。而强者修炼更重内心。纪宁道：心与天合，天人合一，心感悟道，悟出道之真意。纪宁就很明白。 一名修炼者必须直指本心，心越加透彻通明，才能在修炼上进步的更快。违背本心，一来自己苦恼，二来修炼之路也将停滞乃至倒退。纪宁摇头道：“我纪宁要杀谁，就单单只杀他一人，不会祸及妻儿，这就是我的本心。前世在病痛折磨下，纪宁是一直孤独着。” 孤独独处的人会习惯思考，思考的越多，有的就成为了疯子，有的则看透了自己的内心，变得睿智。纪宁就是看透自己的内心，才能变得心胸愈加开阔平静。今生修炼若没有看透自己的内心，他怎么会有毅力坚持每日的苦修？秋叶和莫屋相视一眼，本心不懂。 好了，季宁见二人模样，随即摇头：“别想了，我们去异蛇湖。”公子，不去黑牙部落了？你之前不是说要照顾春草的弟弟吗？”秋叶询问道。“不急。”季宁摇头，“我先去异蛇湖一趟，斩杀了那大妖异蛇，而后再去黑牙部落。这件事从头到尾的祸害源头就是异蛇大妖，春草的两个弟弟。” 也有一个死在异蛇大妖手里，我会以异蛇大妖之死去告慰春草，到时候再带他唯一的弟弟去西府城吧。走，纪宁略微一敲打黑角兽腹部，顿时黑角兽就加速飞奔起来。秋叶莫乌二人也跟着朝异蛇湖方向前进着。白天赶路，深夜休息。 以黑脚兽翻山越岭之迅猛，也足足耗费了三天多，才来到异蛇湖湖边不远处。拜见公子，十名黑甲卫齐刷刷的单膝跪下。纪宁坐在黑脚兽上，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同时吩咐道：“莫无秋叶，你们俩暂时在这一据点歇息。前方数十里就是异蛇湖了，不能再带你们过去。我会独自去异蛇湖。”是。 是，莫屋秋叶都是恭敬应声道。纪宁下了黑角兽，随即一个飞窜，就仿佛一只大鸟冲到了远处，两个闪身就已经消失在了十名黑甲卫莫屋秋叶的视野范围内。这让第一次见纪宁施展身法的十名黑甲卫们都瞪大了眼睛，很是难以置信。一蛇湖如今乃是禁地。 季氏也安排了数十个零散小队，每个小队都是十名黑甲卫，分散在异蛇湖不同的方向，就近监视大妖异蛇。方圆百里，异蛇湖何等的广阔，一眼都看不到尽头。如此大的湖泊，无风也起三尺浪。季宁站在岸边，遥看着异蛇湖，轻声道。 这湖泊当真是深不可测，即便我能控水，可如果进入水底，我的速度怕也远不及这大妖一蛇。越是深处，水压越大，控水也就越加的困难。人族在水底实力发挥不出一成，水族却能超常发挥。我现如今实力虽然强，可和先天圆满级的大妖相比，怕是最多强上一丝。纪宁暗道。 这还是自己修炼了封印遁法，又感悟道之真意之后。毕竟单单赤明九天图第四重的实力，也就是其他神魔炼体大概先天后期的实力，和大妖异蛇相比，论力量还是稍微欠缺一些。嗖<咻>！纪宁一踏步，就直接窜出一里地。他踏在水面上，就仿佛行走在陆地上。异蛇！ 纪宁猛然一声大喝，声音滚滚，仿佛雷声，迅速传播开去，而且也透过湖水，迅速朝湖底深处传播过去。片刻，在湖底深处一幽深弯曲的巢穴内，大妖异蛇正弯曲盘卧着，在那沉睡着。巨大的鳞甲骨翼，则是护着自己的身体。异蛇。 一道声音透过水，直接传达到了这儿。沉睡的大妖异蛇忽然睁开了那赤红的双眼，怎么回事？大妖异蛇发出了低吼：“速速去查！”哎、是。外面传来一些水族小妖诚惶诚恐的吼叫声。虽然人类大多听不懂这些小妖们的言语，可是这些小妖们彼此还是能听懂的。 在异蛇湖湖畔杂草丛中，正躲着两名黑甲卫。异蛇，有人在挑衅异蛇。两名黑甲卫彼此相视，都露出了惊色，随即连遥遥看。不过，他们这距离纪宁足有数十里，他们俩也根本是看不到纪宁。我在这盯着，你去禀报。在异蛇湖湖畔，共有十余名黑甲卫在随时盯着。 此刻也有距离近的三名黑甲卫都看到了纪宁的身影。他们这群黑甲卫可是专门从西府城调过来的，自然认出了纪宁的身份。是纪宁公子，纪宁公子来挑衅异蛇。不过纪宁公子也真厉害，踏在水面上跟走在地面上一样，和之前的纪宜川统领一样。别说了，快去禀报这事。黑甲卫们为之震惊。 也迅速开始去将消息传回各自的小队，不过可以想象，以他们的速度，等他们传到西府城，恐怕是一天之后的事了。纪宁依旧平静行走在这广阔湖泊的湖水上，一个大青虾的头颅和一个大黑鱼的鱼头都冒出了水面，遥遥看向远处。先族、啊、少年，两小妖彼此相视。 哗！<化>他们又悄然潜入深水中，迅速的游向大妖异蛇的水底巢穴中。大王，大王，在水面上有一人族少年。青虾小妖、黑鱼小妖都连发出低吼叫声。人族少年，异蛇的鳞甲骨翼张开着，一双赤红的眸子看着这两个小妖，两个小妖瑟瑟发抖，点着头。不。过。 这个人族少年走在水面上，就跟之前的铁船一样，水面都丝毫不下沉。青虾小妖连道，旁边的黑鱼小妖也点头。我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浮水不沉。大妖一蛇凭空就化作黑色雾气，而后就成了一黑衣男子。黑衣男子站在那儿，狭长的眸子中满是疑惑。蛇性本疑。 加上又曾被祭氏的几名先天生灵数次追杀，经常设下陷阱，他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了。现在一名能够踏水而行的人族少年出来挑衅他，他怎会不疑？你们之前可见过他？黑衣男子看向两名小妖问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之前来我们一神湖的几名先天生灵们，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可是人族少年。” 绝不是之前任何一个先天圣灵。青虾小妖连连道，黑鱼小妖也是点头，黑衣男子也是点点头道：“那我去瞧一瞧。”悄然窜出了这水底巢穴的通道。虽然人形在水中速度远不如它的原形快，可是毕竟它的原形实在太大，一旦出现在水面，一定会引起较大的动静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 到底是谁呢？黑衣男子迅速的，很快就悄悄头颅冒出水面，四周一看，一眼就看到远处大概八九里外的一个穿着兽皮的少年。那少年长得很是清秀，很是随意的踏在水面上行走。至于这人族少年的周围，却是一片空荡荡，没有其他人类的强者。是他。 黑衣男子狭长的眸子瞬间迸发出可怕的凶光，杀意、恨意瞬间完全涌上心头，甚至都令周围的水面都震颤了起来。远处的纪宁若有所觉的转头看来，一眼就看到了他。虽然此刻大妖异蛇是人形，可是纪宁依旧一眼认定他就是大妖异蛇。大妖异蛇，纪宁一声怒喝。 黑衣男子阴冷的看了一眼纪宁，随即又缓缓的潜入深水中。一蛇，纪宁却是迅速踏水而来，很快就来到这片水面上，俯瞰着下方，喝道：“你不是要杀我吗？你不是恨我入骨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我现在就在这儿等你杀。”水底深处，黑衣男子狭长眸子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 他真的无比渴望，此刻痛快的杀上去，去吞吃纪宁的血肉啊！那条赤色大蛇就是我亲手斩杀，哈哈哈哈我一剑就杀了他，真是脆弱呀！上方的声音不断的传下来，挑拨着大妖异蛇内心的怒火。黑衣男子身体微微颤抖着，强压着心头的杀意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 以及就中了季氏的奸计。之前毒鸠岭和季氏只是定下让我禁足异神湖百年，最多是彼此最高层的紫府境存在不出手而已，可没说不准那些先天生灵对我下手。人族和大妖们斗得很凶残，不过有一条禁忌界限，就是双方的真正首领都不会出手以大欺小，那紫府境的老妖不会出手杀。 既是的子府修士也不会出来杀，毕竟子府境乃是根本。一旦子府境彼此厮杀，一旦陨落，那可就动摇了部族的根基。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，都不想动摇彼此的根基。那纪宁的周围空荡荡的，没有任何人。黑衣男子眼中凶光闪耀，可他怎么可能来送死？恐怕周围…… 就有他父亲季一川等一些先天生灵，凭借一些隐匿的阵法躲藏在一边。一旦我冲出去，恐怕就瞬间被围攻了。季宁站在水面之上，环顾四周，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吹在湖面上荡起了一层层涟漪。这大妖异蛇比我预料的还要小心，还要谨慎，不单单是一直在水底。 甚至连我这个大敌出现了，他都不敢来攻击我。纪宁眉头皱起，要引大妖异蛇出来很难，否则也不至于季氏五府拿大妖异蛇没办法了。纪宁突破为先天生灵的消息还是个秘密，知道者极少，大妖异蛇自然是不知道的。 在大妖异蛇眼中，纪宁恐怕还是一个身法很强的十一岁的少年，是没有威胁的。即便如此，大妖异蛇都能忍住不杀出来。嗯，纪宁眉头微皱，远处湖面上隐隐有着一些头颅冒出，是小妖。纪宁手中凭空出现从铁木真那儿得到的大弓。 手中也出现了四根箭矢，迅速的拉弓射箭，唰唰唰唰，四根箭矢瞬间破空而去，吓得那些水族小妖连要下潜躲藏。可纪宁射出的箭矢是何等的快，顿时一片惨叫嚎叫,叫声，甚至一大鱼尾还在水面上拍了下，只留下一片鲜血。随即小妖们个个深浅了，大妖一蛇。 纪宁手持大弓，喝道：“没想到你堂堂大妖，竟然被逼得只敢让小妖出面，真是让我瞧不起。”纪宁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忽然从水底传来。纪宁顿时心中一喜，一蛇大妖终于开口了：“你休要耍这等卑劣手段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父亲等人就隐藏在周围？” 低沉的声音从水底传出：“你一个才后天的小娃娃，岂会来送死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后天，纪宁大笑，身体顿时出现一层朦胧光晕，同时随手一指水面，一道剑芒直接从指尖射出，直接钻入深水当中。睁大你的蛇眼，看清楚了！砰的一声。 剑芒钻入深水，引起震荡一片。数里外的一黑色人影略微冒出头颅，遥看这边，他眼中满是震惊：“先天，你已经先天了，可敢一战？”纪宁喝道：“你如果担心有埋伏，在这数百里异蛇湖任何一处湖面上或者岛上，你随便定下一点，你我一战，你敢还是不敢？” 大妖异蛇遥遥看着站在水面上的少年，迟疑了。季义川等人即便埋伏，又能埋伏几处？你人族奸诈无比，你一个少年就已经成为先天生灵，季氏怎么可能让你送死？定有我不知道的计谋！大妖异蛇瞬间沉入深水中，同时发出怒吼：“有胆来水底，我定会和你大战一场！” 水面之上，我是绝对不会中计去的。水面上的纪宁气得怒骂：“胆小如鼠！”纪宁气得转头就走，踏着水浪，很快就来到了在异蛇湖中央的那一座岛屿，直接跃上了岛屿上。胆小成这样，纪宁一时间也没了办法。他还没有自大到直接到水底中和一头水族的先天圆满级大妖厮杀。 水底，大王，大王，那人族少年上岛了。几名小妖都来禀报，去岛上了、啊。黑衣男子坐着也是强忍着心头的怒火。父王，银芒他们都在岛上呢。忽然，一名蛇妖焦急喊道：“银芒！”黑衣男子顿时一惊，他想起来了，自从毒鸠灵和季氏五府谈判过后。 他是小心翼翼的，一直在水底，连岛上的老巢都不敢去。不过，他的一群孩子们和其他一些小妖们却没这么谨慎，时常还去那岛上的。毕竟，在过去，那岛屿才是真正的老巢。有几个？我的孩子们有几个在岛上。黑衣男子怒喝：“应该就银芒一个，不过其他小妖还有数百。”那蛇妖是连忙禀报道。 黑衣男子听的是脸色大变，立即派出小妖去通知，让阴芒速速回来。是纪宁毕竟是人，站在水面上是需要时刻心神维持着和天地合一的。既然一时间无法逼异蛇老妖出现，所以纪宁直接来到这座岛屿上就歇息一会儿。这座岛屿之前就是异蛇的老巢。纪宁环顾扫视一眼，在之前的千年里。 这里是妖的地盘，既然无法让异蛇出来，就先好好看看这座岛。纪宁漫步而行，每一步都犹如御风而行，飘飘然，快如轻烟，环绕着这座岛屿的泥滩边而走。这座岛屿有方圆近十里，也算是不小。岛上也有些小山、河水等等。远处，一只约摸磨盘大的赤红色的大蟹，正挥舞着大铁钳，盯着纪宁。 水族小妖直接踢了一块石头，石头嗖的直接飞出去，噔的一声撞在这蟹妖的身体上，令这大蟹直接翻滚了几圈，一动不动了。待得纪宁走远了，这大蟹才翻了个身，连迅速的横行，迅速冲进旁边的湖水中。这里毕竟之前是异蛇居住的老巢，即便现在异蛇不在这。 还是有不少水族小妖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。看到纪宁，有些水族妖兽还想要攻击，像弱的一些妖兽，纪宁随便教训下；一些后天圆满的妖兽，纪宁则是不会手下留情。嗯，纪宁忽然遥遥看到远处一巨大洞穴中忽然冒出一条银色大蛇，银色大蛇旁还有其他一些数丈大小的水族小妖。 这些小妖个个体型不小，怕是后天圆满。纪宁一迈步，瞬间窜行而出。快走，走！那人类少年是先天生灵。这些后天圆满的小妖们彼此低吼着，没有一个向纪宁攻击，都四散着迅速冲向远处的湖水。纪宁则是手中出现大弓和四根箭矢，直接拉弓射箭。 射完四根箭矢，又是四根箭矢，哗哗哗！一波波箭矢射出，瞬间体型最大的十余个后天圆满的水族小妖接近被击杀，反而一些弱小的小妖得以逃脱到水面中去了。纪宁，你又杀我一子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一定会杀了你！愤怒低沉的咆哮从远处湖水深处传出。 令站在巢穴洞口正准备进去的纪宁很是错愕，又杀一子，这老妖到底多少个孩子呀？纪宁疑惑扫视周围一眼，旁边被自己弓箭射死的后天圆满水族妖怪中，蛇类有三个，哪个是他的孩子？纪宁却是不知，一蛇老妖的孩子本足足有九十二个，只是成长中的被其他妖兽吃了。 被人类杀了，后来活着的只剩下十六个，被纪宁又杀了两个。不过对异蛇大妖而言，最钟爱的还是那个有着神魔血脉的赤芒大蛇。异蛇老妖，你也就只会嘴上喊，这巢穴里还有你的孩子，我可杀进去了！纪宁喊着，便直接进了巢穴中。 这巢穴是异蛇生活了上千年的地方，幽深曲折。纪宁手持北冥剑而行，在巢穴内经常碰到一个个冲出来的水族妖兽，或是凶恶，或是诡异。一见到人族少年，就仿佛是见到了美食，个个想要吃掉。一些弱小无比的小妖，纪宁随便直接震飞，不管是震死还是震晕，都懒得理会。 可一些后天圆满的水族妖兽，纪宁还是铲除掉的。这巢穴还真是幽深难测。纪宁沿着曲折的巢穴深洞不断深入，忽然周围空间在扭曲，同时黑暗的洞穴中突兀出现一个朦胧的巨大影子，那隐约是一皮的头颅影子。这巨大的熊皮头颅虚影张开大口，那巨大的嘴巴仿佛通往另一个神秘之地。 纪宁脸色大变，同时他也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移动，无法前进，也无法后退。这这遗迹，纪宁心中浮现出这一字眼。在这无边的大地上，从神魔时代到如今，无尽的岁月中，不知道出了多少强大存在。一些先府遗迹、神魔遗迹等等，简直不知有多少。人族毕竟遍布在这片大地上。 经常有无意中进入古老神魔遗迹的，有些能得到点好处，从而崛起；而更多的是死在这仙府遗迹、神魔遗迹中。单单纪宁看过的书籍中记载，就有不少出名的吞食了不知道多少生命的远古遗迹。我我竟然遇到遗迹，活着！我一定要活着出来，一定要！ 纪宁心中有着无比的渴望，他明白面对远古大能神魔的一些遗迹，他一个先天是根本没有一点反抗能力的，只能顺从，而后想办法逃出来。巨大的熊皮头颅虚影直接一口吞下纪宁，虚影消散，纪宁也凭空消失。这一蛇巢穴的通道也一如既往的平静。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纪宁感觉时空变幻，有点当年自己跳进六道轮回时的感觉。瞬间，一切平静了下来。这里，纪宁连观察四周，自身在一个高大的廊道中，廊道有百丈宽、百丈高。待得纪宁转头看到后方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后方。 就是这廊道的出口，出口之外则是浩浩荡荡、无穷无尽的水，可却水怎么都侵入不进这廊道内来，仿佛有无形的屏障阻挡住了水。怎么回事？纪宁小心翼翼走过去，手中出现一根剑矢，直接往外刺出，剑矢碰到那一层无形阻碍，怎么都穿透不出去。我就不信了。 纪宁连后退十步，随即拿出一张甲勇大弓，一声低哼，全身都隐隐出现赤红色光芒流转，显然神魔般的力量完全爆发，近乎拉圆这一张大弓，随即直接一箭射出，箭矢如流光射在那无形屏障上，箭矢震成了碎粉，跌落在地面。这，纪宁皱眉，又仔细观察着这狼道，单单狼道。 就有百丈宽高，纪宁透过无形屏障看着外面的无穷水域，这一建筑肯定是大的惊人了，至少得有数里长宽吧。而且这还是建造在水底的建筑，在异蛇湖的湖底。纪宁摇头，异蛇湖只是一个方圆百里的湖泊，要容纳下这般大的建筑，很是吃力。恐怕纪氏早就发现这一建筑了。 之前时空变幻，仿佛空间通道。纪宁暗道：“我怕是进了另一空间中了。”看过书多，知道了就多。书籍中就记载过，无尽岁月来，一些仙人大能或者神魔大能，能够开辟出一些小空间来，甚至一颗沙粒中就能开辟出一个世界。 一些仙府遗迹、神魔遗迹也会在一些小空间、小世界当中。平常是找都没法找，机遇来时不小心就进去了。不过，这些大能遗留下的洞府也是危机重重。毕竟，仙人、神魔怎可能不留下一些防御手段？进入遗迹的大多也是身死，能保住命逃出来，就算是运气好了。 至于像传说中一样得到宝物因而崛起，至少纪宁不敢想，不能贪婪，努力保住命逃出去。纪宁仔细观察着，未知代表着机遇，可更代表着巨大的危险。这一水府暂且叫他一蛇水府吧，纪宁随便定了个名字。既然暂时无法离开这廊道，就只能前进吧。廊道宽阔高大。 地面更宛如一体铸造，纪宁尝试用尽手段都无法在地面墙壁上留下痕迹。走了片刻，一转弯，纪宁便瞳孔一缩，只见远处廊道地面上有一个个白骨尸骸，有些尸骸都已经快完全腐化成为灰了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地面上的兵器法宝非常的稀少。 只有在远处左边最完整一具尸骸旁，有着护甲、兵器等法宝。其他尸骸的法宝呢？纪宁疑惑。即便没有法宝，好歹也有些神兵吧？怎么一件也没有？嗖！纪宁心一动，直接神念卷起那一具有着护甲、兵器等尸骸，瞬间都卷到自己这边。砰！一放在地上，尸骸瞬间一震，竟然碎裂了。 看来死了很久了。纪宁看了一眼护甲和兵器，当即捡了起来，同时体内的先天真元就侵入其中，欲要炼化。这一炼化就发现，因为之前的主人死了太久了，两件法宝内都没有丝毫法力存在。纪宁轻易就炼化了，我都能炼化，看来只是不入流的法宝。纪宁暗道，看来死者也只是先天实力。 随即，纪宁仔细观察尸骸，很快注意到手指上的一枚戒指，当即也拿起戒指，迅速炼化。果然，这枚戒指正是这死者身上的储物法宝。稍微一探查储物法宝，纪宁便大吃一惊。储物法宝的空间不大，比铁木真的还小些，可是这么多法宝，纪宁大吃一惊。 在这储物法宝内，竟然悬浮着一件件法宝，个个气息不凡。有兵器的，有阵法的，有护甲的，也有储物法宝。一个人何必带这么多法宝？纪宁看了下远处大量的尸骸，那些尸骸旁都没有法宝，恐怕应该是将前人的法宝全部收刮进来了。纪宁是迅速炼化，一炼化就发现。 这里面储物类法宝共一百一十二件，兵器法宝有一百三十六件，护甲法宝有三十一件，还有其他阵法等一些奇特法宝，还有十六件。至于道符也有不少，可惜应该是时间太久了，道符内含的法力都流失掉了，只有十余枚道符还能凑合着用。我都能炼化，竟都是不入流的法宝。 纪宁嘀咕：“这些法宝之前的主人都是先天生灵了，也就是说，之前一代代来到这狼道里的都是些先天生灵。”